1001次重伤，不仅摆脱了循环诅咒，还回到了10年前。上车吧。好嘞。干什么？我活了1000多年，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，现在怎么会这么没出息？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其实我跟孟凡我们可能在一起了。哎，对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就是孟凡。这会儿可要对我温柔一点。你不是说你已经活了1000年了吗？怎么还会做这种事？你干什么？年轻人的活力都这么旺旺，难道在未来？我只能告诉你，在无数的未来之中，的确有一个未来，我们之间发生了故事。跪下。三，最后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。难不成你还能杀了我？二，小帅哥挺猛啊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更猛。一。